办事上点心，不照顾好这些达官贵人，咱们可得喝西北风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好了，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为了荣耀，突击！啊，是在叫我吗？我们来了，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弟兄们，准备战斗！是敌军，开火！尝尝这个。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拔剑吧，该我们上了。谨遵吩咐。是敌军，开火！沉着冷静才是制胜的法宝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哦，跟上我的节奏吧。给我轰！
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抓紧缰绳，冲吧！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尝尝这个，是敌军，开火！战友间要互相扶持，一起上吧！握紧剑柄，上吧！考试要趁早，今天的头功就让给我吧！开火！开火！这次不会再出错了，大家不要慌，我们来了。让你们瞧瞧我的拿手好戏，预备，放！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好了，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为了荣耀，突击！伙计们，该你们上场表现了。有什么要求，就尽管说吧。弟兄们，准备战斗！给我轰！谨遵吩咐。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乖乖投降吧！别松懈，还没到高兴的时候，等我们凯旋回国时再做庆祝吧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好机会，就在这儿击溃他们。感觉不错，部队的配合更默契了，继续努力吧。